好，大圈一点。左边。我觉得你会吸炮火。哎呦！哦，漂亮漂亮，这个漂亮。他应该会有人去救哦，正门。你是打哪一个？左边的。主播不要太靠近。不是说那个吗？去吸炮火吗？敌人马上是。他有救吗？还是他爬进去了？没看到人，有在门口，门口有一个林老师的。哎、欸，有看到，全部有没有看到？干，散弹。好了，可以出门了。笑死了，那个 Maki 被撸走。对面你讲说两个、哦，他们全部都还是三个在围墙，都在尸体旁边。